最後な、教えてもらうって、はい、実際自分に、はい、それが真似できるかって、はい、できない、はい、できないことを言うもんで、はい、のことに踊らされとったら、これはバカやな。そして今日の質問すごく大事ですよ。上等の菩提心と小等の菩提心、やっぱり一般の人は分からないから混乱してしまうんですね。一般は判德文、判德文、上面的上人、尊爵、尊爵上人、探赞叹的探嘛，哈，道德的德，嗯，那么他是听清凉圣人讲的话，对，记录下来了嘛？对，探德文。先生，これが尊格少年が、その、親鸞少年から聞いた言葉を書いたんですね、他とも。これは孫ですね。孫。孫。曾孙，曾孙，孙子的儿子，孙爱听，嗯，孙爱听，孙孙哈，阿公孙孙，孙爱听，孙孙。孟孟的话也可以多，但是可能中国比较年轻啊，可能我大家问题啊，你看。那么这个纯觉上人，纯觉上人的讲，纯觉不，纯觉上人他。不是那个普通，不是普通人，他。我晓得他们那些信仰说，莲友说你们又掉了。莲友上人赞他为那个释迦如来的再来，现在过来话带来了好多么的他。看不见莲友上人。莲友上人。那莲友上人是。他说你有小玲啊，信男小玲哦，妈我，莲友上人是他女儿的儿子。对，就是信男上人的孙啊。女儿的儿子了。对了，就是我孙女，我孙女。那个莲友様がな、中国は釈迦の化身とまで言われておる、中国さんが言っておられるんだからね。中国さんなり、閣僚さんっていうのは、これはもう大変な人。就是说，那个莲友上人很赞叹这个纯觉上人，赞他为释迦如来的再来。中国中国中国圣者，だから親鸞聖人の流れたとこと喜ばれたとこ、人間のね、もう一つだけ言うとこ。好了，说说再讲一个。老师说要看一个人啊，看他两个地方。知道那个人的价值在哪里了。在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？どこで？嗨。过去。哪里在哪？我。日本的时候。嗨。哪里？哪里在哪？哎，什么？你看他心，看他怎么？啊，这个用我们的汉文来讲就是悲哉。他在什么时候，在哪里感到悲哉？孔子啊。哎，这是一个哈。然后他在什么时候，在何处啊感到欢喜？这就是庆哉。この二つを押さえたら、人間の価値が分かる。老师说，用这两点就可以看到那个人的价值在哪里。对对对，天天。後の涙は皆愛の涙。老师说，这个之外的眼泪都是迷的迷子的眼泪。苦しい涙、苦しい悲しい。因为痛苦，好苦哉苦哉。好的人，那种假，那种假哈。原来那份何时？是何处哭泣？哭泣，何时是哭泣？就是看他在哪里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哭泣？看他什么时候欢喜？还是不就是欢喜？你凡夫啊，你。凡夫啊，苦しいかなとかね。あるいは。啊，我们凡夫的话是，我们凡夫不是悲哉，我们是苦哉，然后。恨哉，可以不都有呢？哈，我们方外讲啊，哭啊哭啊，可恨啊可恨啊。可能我们不晓得。这个就是凡夫。对，这个。
本当の人間はこれだって話しいたのは喜ばしかない、はい、それ見たらそのその命が分かる、はい、こういう人にやったら、はい、こっちに、はい、所以老师说，从这个悲哉，从这个庆哉，就可以看到那个人那个价值在哪里的。那么老师说，青蓝色人就看到青蓝色人悲哉的地方，跟看他庆哉的地方，你就会知道青蓝色人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跟着他走的人。那这个在教行清真里面有。こんなこと言うてるのはもうバカ。哦，那么老师说讲这个苦哉呀、恨哉，这个都是愚痴的人讲的话。だけどこっちの方がよく覚えてるやろ。あ、但是老师说我们都记得这边。コーンと叩かれたらもう石を恨んどる。老师说香港那边一世人记条条。そうやないね。阿弥陀仏の前でね。はい。喜ばしいかな、喜ばしいかな。哦，老师说不是安尼啦，就是说真正的话，我们就是遇到阿弥陀佛。要说清哉清哉，この時はこれ霊天で流れる。这个悲哉就是看到自己是灵魂的时候，啊，清哉就是看到找到百分的时候了。大悲心，大悲大智。在一起在一起，有福气。啊，他就是遇到大悲大智了，所以欢喜。大悲大智是百分的存在，满分的存在。これがなかったら人間の命あれ。老师说没有这个的话，就不是人了。就生没有这个的话，身为人就没有价值了。不是在中国的那种那个盖棺论定了，人家的评别人的那个评价不是这个样子。两种生性。这是关于修行性的。那你那个看哪是困难的。对，老师说一定是会这样子。これで私の目を読むの。老师说用这种心来读圣教，啊，来拜读教行清真。你看看。